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四季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味关系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？再来讲早餐好了。今天来做了一道呢蛮特别的早餐哦。那这道早餐呢还是蛋饼系列，可是呢我增加了其他的配料，结果相当有效果，而且收到不错的回响哦。到底是怎么做的呢？走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小黄瓜之后还有撒上一点胡椒盐，感觉完全不同了，孩子非常非常喜欢，而且呢相当的有饱足感。所以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如果你想要做一点变化的话，不妨也可以做一点巧思，然后融入一些食材，那就会有不同的风味呈现哦。好的，非常感谢您今天收看美味关系，我是四季，咱们下次再见咯。别忘了喜欢的话请按订阅加小铃铛，同时转发跟分享，按爱心，感谢您，拜拜。